很爽哦！加油！加油！嘿！酱油、麻油、拉拉油，什么挖沟了？拉拉队，拉拉队，运动会拉拉队的那个。还有这玩意儿，很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洛克。刚经过了三个礼拜的休息哦，对，脚的状况好很多了。我帮你打石膏，这样更好休息，就不用动了。我又没有腿断，干嘛？骨头又没有怎样，干嘛打石膏？但你这样你不会出来啊。我们今天就是复健第一期。那我们上一次丢小人的那一集里面呢，感谢大家的关心哦。有人跟我们讲说，这个石光古道啊，它是一个没办法骑脚踏车的地方。然后我们上网查一下。他真的没办法骑，反正就是我们到石光国中那边看一下啊，然后再看看其他的路线是不是可以骑一圈啦，就是找一个 O 型的路线来骑一下。金浦那边呢，有一条那个115号往那个九琼湖那个地方的路线还不错。没事，我相信你不会路痴带我走错了。不会，但是小小的爬坡啦。今天复健体准备出发 ，Go。好。白露丝，白露丝好吃吗？好多白露丝，超多。白露丝好吃吗？霸天，有够瞎的，是不是问这种问题？不是啊，感觉跟阿巴一样啊。什么东西都想问一下，这可以吃吗？那可以吃吗？你真的啊？基因问题。宽梅蛋饼，宽梅蛋饼，为什么要用宽梅蛋饼这种奇怪的讲法？玉米蛋饼就玉米蛋饼，叫宽梅蛋饼。我是什么冷包肉粽哦？好像也不错了，蛋包。You told me I'm your anchor. I told you you're my boat. 但其实1公里了，目前腿的感觉还可以，不要超过15-30的骑乘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哎，跑步哎。下去，我帮你牵车。羡慕，哎，有小黄一起跑了。早安。早。山上都是油桐花，可惜我的空拍器已经炸机了。我空拍器带去小琉球，就去拍花瓶石的时候撞伤。现在股四头肌啊，还是呈现一个比较疲软没力的状态。不过爬坡有可以人可以搭哦，真的不错。真的换我拉你。你不要拉。然后我们两位同步一起。手机啊，戴一个月，嗯，加满一年了，嗯、所以干嘛？你帮他过生日哦、喔？过生日啊，买一个蛋糕24吨。是到底谁要吃？是你要吃的、喔？我来吃，自肥一下。多少球吧？这是多少？38。慢点啊！复健啊，38而已。38复健，你个大头啦！现在35而已，还好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，好像走错，好像是下一条。对，是下一条，我们走错了。所以我不是路痴，他那个左转那一段就是大，我不是路痴。你只是唱反调而已，你没有什么路痴不路痴的，你是完全不知道路。这一条还对啊，有啦，看到前面了，时光古道啦，左边。You said just keep holding on if you're about to break. Oh, 到了，对，跳扁担，你要像跳大笨。现在来到时光古道，就是我们丢小人的地方。哎，你同伴呢？你要说小人丢的位置在这里？不是吧？我记得是丢在那个巷口。巷口嘛，好，那我们已经到了。嗯，所以下次。我们在转，不要谢谢，什么叫不要谢谢？不要谢谢，那个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所以骑车你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。爬山你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干嘛？加速冲过来哦！我冲了40哎，这么狠！我要去哪？去
直接往山下走，然后上去高原那边，然后到龙潭去吃煎炒海带。这有爬坡吗？有啊，有爬坡。对啊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再绕多一点。最好是多一点，是要多少了？在复健的，我们是来练车的，好不好？我揍你！干嘛、啊？怎么什么大眼萌啊？你要骑斜的，你会摔死啊！会吗？骑不上去呀、啊！速度够快？不够啦！打赌！打赌！我打赌你摔！我打赌我也摔！我再赌个屁呀！太轻松想睡觉，干嘛啦？不要偷看啦！我你看三格哦、喔，一格而已啊，一格而已。可以，你干嘛用三格？我没有要三格，你很贱的，用三格。我就用一格，就用一格。不信你看，你看，你现在调，你现在调上废话。不要走一格。好了，快到龙潭了，在七公里啊。刚看到赛车，想到我生日礼物呢。生日礼物什么意思？我小一二年级吧，还幼稚园大班的时候，跟我说，嗯，我爸爸要赛车，好啊，给你啊，给你啊，就是真礼物，再给你更大台要夹车，一起来练车吧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好不好？不信了，这种坡就在内山流汗。鲁山堆积超快的，我的鲁山也堆积了，堆积在也。来挡风啊！好快，干嘛？来帮我挡风、啊。你帮我挡风啊！我是小只、你知道你比哥大只吗？你小只哎。小只啊。慢一点啊，复健就要追电扶车，很累呢。让我打你。哇、哦，好重，好重！大理，你大理，你关掉了？关掉了。好骑吗？还行。好稳的。快收筋了。以前一直觉得断坡没什么，好，今天骑起来好累啊，休了三个礼拜，好像打了原形哦。再叫我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跳很久吗？很久哎。哦，很喘，大概到了三分钟吧。嗯，抬不动，我不敢让腿太出力了，我怕又给它起来了，麻烦，就顺顺骑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都顺顺骑。下次爬坡骑公路就不好骑。再往前面一点，到那个什么，那个大庙前面就有仙草洞可以吃了。哦，很好吃吗？还不错。你要的最甜来了，试试看到底有多甜吗？太奶够甜的吧？不是太奶对我来讲是标准甜的吗？对嘛，这才叫甜，这才有加糖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对啊，没有糖，半糖那是什么东西？所以我才懂事那个，我才要懂事。啊，那一碗没有吃糖，一定要吃糖，不然干嘛吃糖？好饿啊！都光了嘞，那也是蚂蚁人跟我一样。我们今天这样骑下来，从几点出发？七点多嘛，七点。可是我们吃完早餐，八点半才出发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到龙潭的无敌仙草冰，这样子刚到的时候是11点。对。我们花了差不多两个半小时，骑的差不多40几公里到50公里不到，均速大概只有15、16而已。今天骑的强度真的蛮低的，那除了那个。最后在那个滑硬坡的地方。强度很低啊。
这样骑下来，觉得其实还蛮舒服。遇到陡坡的时候，偶尔有这样抽一下，抽一下，然后我觉得，但这不是爱好吗？抽，轻轻的抽一下，跟你讲说，哇，你就要放松，然后就慢慢踩，齿比较打轻一点。今天的恢复状况不错，觉得应该这一周应该可以慢慢的建立规律的运动，然后之后再把跑步再慢慢的加上来，这样怎样？所以附近几家骑都没有上，你骑公务车，那我们应该上。那不干我的事啊，你牵车，我在山顶等你啊。那就这样，如果喜欢你，可以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